哎，谢谢主席。市长，我今嘛徛一家，代表的是台北市民来咨询你。不管你心甘，是不是心甘，是不是情愿，你的职责就是站在那个地方。我的职责就是站在这里，是我问问题，你回答问题。我不是代表新潮流，我也不是以新潮流成员的身份来咨询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开始问吧。我现在就在开始啊。还是你觉得时间还是暂停？朱雪，安吉玛时间是暂停的吗？没有，在。无嘛，开戏啊嘛，哈丢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是台北市议员，我不是新潮流成员，在这个议场上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还是那个，还是有那多重身份呢、啊。没有，你就我有共同身份，就像我是女性一样，你会歧视我，就是因为我是新潮流的成员，所以我问什么问题就跟新潮流有关，是这样吗？我是新潮流的成员，所以我就不能以议员的身份对你提出质询，而这个质询就是市政，我不能质询你吗？可以，但是第一点哦，那一种影射抹黑，我不赞成。我没有影射，我昨天的质询，我具体的指出，根据我提供的录音带，你的市府里面就是有乔丹小组。抱歉，我没有指涉，我是正式的指控。我希望市长去调查，不管他乔丹有没有成功，但他们就是在乔。我跟你讲哦，大巨蛋是要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不可能说大巨蛋摆在那，整个市府都不做任何应应措施，这不可能嘛？是。难道我在市政府里面讨论说这个到底没有改管，就是叫乔丹吗？嗯，但讨论的内容、讨论的方向、讨论造成的结果，就是重大的议题。我来外讲啊。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，我今天站在这，不是新潮流新闻的新婚，给你咨询。我是台北市台安文山区选出来议员，站在这给你咨询这个大巨蛋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转移焦点。你嘛曾经嘛讲过，你2016年你讲大巨蛋这个量体这么大，在公安上面有严重的问题，这都是咱我咨询的焦点。可是你居然昨天把我咨询的焦点定位在窃听，说那个录音带怎么来的，说我窃听你台北市政府。今天转移焦点说新潮流不好，台湾不好。跟新潮流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信念，真的。这是你的信念，跟我咨询的议题完全无关。我跟你讲哦，读书读国理论，你念法律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懂。啊、不懂，我教你。我不懂，因为新潮流成员不是读书果。你在乱讲什么？你又在转移焦点，这莫名其妙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讲这个录音档是窃听，我告诉你不是窃听。也有很多人在质疑说，这录音带是不是林周明给的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告诉你是谁给我的，但是提供给我录音带的人，就是11月29号的与会成员。当天的与会成员，除了李文忠等整高官8个人以外，其实还有10几个台北市的文官公务人员。这些公务人员看到这8个人这么公开透明的乔蛋，乔得不像样，人没惊吗？人家不会自保吗？我跟你讲，十几个人叫什么叫乔蛋？我跟你讲，要密室政治。我告诉你，这十几个人乔的内容，就是要把598339月20号的会议的那个数字把它乔掉。哦，所以我觉得不要用窃听来转移焦点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窃听在刑法第315条之一也有讲到，哦，就是无故以录音、照相、录影、电磁记录窃听他人非公开之活动、言论、谈话或身体隐私部分者，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跟30万以下罚金。而无故就是讲说这个录音的动机是你必须要 outside 的，你不在那个会议里面，
你才叫做录音，你才叫做窃听。但提供给我的人，我现在具体告诉你，他就是11月29号这20几名的与会成员之一，而且是在他同意的状况底下提供给我，我跟你来质询你。我跟你讲，他跟人家录音，那我要其他人同意吗？哎，窃听的定义是我在外面的人，我如果为了自保，我是可以录音的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可以录音的哦。我跟你讲，团队之间你知道要有信任。如果说这没这样搞呢？所以韩国瑜还怀疑说，哦，他人家跟他窃听，我们台北市人根本不用怀疑，他就是有。对，因为你再怎么防都防不了人心呐、啊。你们这样公开的桥段、你们所有的文官害怕死了、你们防得了大家？你们行大一天到晚也每年都会去给你们侦测啊，有侦测到什么吗？是行大有侦测到什么吗？市长是有被窃听吗？都没有啊。那、你现在在跟我乱讲，说你办公室被窃听，转移什么焦点啊？我跟你讲，是这样。第一，我跟你讲的，我一条一条跟你回答。如果你要90分钟，你就90分钟公布，不要那种切。对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很希望这个提供给我的人给我90分钟、因为我就直接把他送检掉。市长，我跟你报告，接下来我会怎么做？我会提送检掉，我会叫检掉去找这一个人，把他的90分钟找出来。可以啊，请啊。哦，对，我非常期待，我非常期待台北市政府的官员现行记。那我问你了哦，一言问政哦，还是有一定的标准。比方说了哦，公文照办公室躺2天，你晓不晓得那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？来，知道我来看，给你看一个录影带，来。